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大家应该都知道 Allen 是 KPL 圈的骚话王。在狼队和 eSTAR 的总决赛开打前一天，他在巅峰赛撞车了小胖，双方还闹得挺不愉快。 Allen 还被狼队粉丝狂喷，这局游戏 Allen 选了个明世隐辅助，结果开局学错了二技能，他当即开麦表示自己的失误，小胖的露娜也没有怪他。不过到了二级之后，小胖的野区被入侵，而 Allen 没有去帮忙，然后小胖就开始责怪 Allen 不守野区了。通过语音， Allen 也认出了小胖，说大家都是熟人，结果小胖表示熟人更应该吗？ Allen 表现的态度其实挺随意，还开玩笑说花海会打爆他，结果总决赛花海被小胖打爆了。于是很多狼队粉丝在赛后反过来嘲讽 Allen， 说他是白眼狼，好歹曾经也是 QG 的队员，不支持也就算了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僵。被喷得头皮发麻的 Allen 也忍不了了，发了篇微博来回应，表示自己就是要支持 eSTAR。 其实当初 Allen 在 QG 时候没有受到太多重视，后面还被派去打亚运会，他对这样的安排本就不满，亚运会结束后他就转会到了 eSTAR， 并且拿到两个冠军，对 Allen 来说 eSTAR 的感情肯定要重一些，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。小伙伴们认为这个事情时的问题较大呢？